的粉丝大家好，我们现在非常的，哎，等一下，这样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 ，Go。现在是 Rose Days 的彩排时间，然后因为还没有弄好麦的地方，所以我还没有上台去处理。哎，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那个采访，曾在磨难中坚持，勇气就一文不值。
还记得那时候这想法才刚开始萌芽，这天真的岁数想着最单纯的梦想，那写作业的笔当作麦克风开始模仿，当门外出现声响，下着台会一直上，把每个地点都当舞台在表演，教室的讲台，每天散步的公园，自己写的词，请同学给予意见，让他们感受我的热血，也了解我的意念，让每个人不论好坏都感受到它，给每个人不同的体悟，像一道光，感受着传递，像得到一道妙方，背着吉他在天际感受那道刀响，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种力量，也不懂什么叫做音乐，什么信仰，今天你可以输掉，明天一定变强，看着台上的表演，他想跟你一样，声音乐故事，记录着勇敢坚持，将一切失落都掩饰，化为舞台上的装饰，声音乐故事，经历过风浪才真实，不曾在磨难中坚持，勇气中一文不值，终于也站上舞台开始表演，还不算梦想成真的感觉，更加靠近一点，还走不出那些昏暗的地点，冲突还不懂避免，紧张时还是容易闭眼， Feel that 感受，如何能使听众带来感动，燃烧自己为了能在舞台闪动，有多少人在这里倒下，从此双手不再摆动，当然也明白 No pain no gain，各种演出机会都是 no pay， 为了保持曝光度，坚持想走的王位，骗自己不想哭，即使台下只有玩废，弹琴唱歌打鼓，每天录音创作表演写谱，处理各种状况，对每个不合理的让步，还在思考如何想如何对自己有帮助，声音乐故事，记录着勇敢坚持，将一切失落都掩饰，化为舞台上的装饰，声音乐故事，过风浪才真实，不曾在磨难中坚持，勇气就一文不值，无数个夜晚，无数次期待，无数次失望落寞，无数个遗憾，无数次流泪叹息，无数自我怀疑，无数路线是否都会通往同一站，了解自己成为了他的新课题，不再纠结各种烦恼，追逐各种名和利，过去总疑惑着那时的回到哪里，现在才了解是活在每个人的心底，而找到自己过程是否轻松，是否懂了更多，还是又被清空，是否能轻易分辨好坏，是事实还是听说，寻找后他把答案留在心中，从零开始已经不在乎有多成功，那双脚离开地面，在过程中腾空，历史不断重播，那画面他选择跳脱现实，是非纷扰留与后人说，声音乐故事，记录着勇敢坚持，将一切失落都掩饰，化为舞台上的装饰，声音乐故事，经历过风浪才真实，读懂人生这件事，